今日咧带大家咧嚟睇下我嘅无限循环访问嘅一天。咩嘢？小心露肩啊！唔系我个袖。个袖。袖啊！细几多奖啊？系。跟住我食。好笑。其實我夢想中的婚禮就是簡單兩個人去一個很舒服的地方，即不是兩個人，當然可能還有很多後面有沒有即我意思就是最重要是兩個人相愛，其實個婚禮是怎樣呢都很重要的，最重要是一個很溫馨很浪漫的一個環境。但是他膚就覺得很笑，好什麼很笑女即真實嘅，喺屋企洗面嗰陣，即你每日喺屋企洗面嗰陣就覺得好少女。你不斷從人嚟講嘅同時，其實亦都係因為個答案係得你自己知，即係你係凡事咁。導演咧，導演有冇一點？其實咧，佢結婚咧，扣税。哦，係啦。呢啲喺法律上面咧，即係好多時候結咗婚先有嘅呢樣。係啊，例如扣税啦。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講多次啦。多謝。6月11日晚，住之前我哋香港嘅純本土電影《金刀》，多謝大家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